确实有北地玄珠的气味，看来他们真的在用北地玄珠炼丹。东宫的丹核怎么会在云翠观？莫非真的和东宫有关系？神都有不少达官贵胄喜好炼丹，太子在云翠观炼丹，或许只是巧合。如果他去云翠观不是去炼丹，而是去见天通道人呢？ 证据不足，凭空猜测，很容易出错。只要能够查清太子跟天通道人的关系便可。有一点很奇怪，天通道人若是春秋道的人，那太子曾经被春秋道的人刺杀过，照理说东宫不可能与此事有瓜葛的。但是5年前宋良也交出过春秋道，还是要查清楚太子跟天通道人的关系。 这几日，东宫不见客，不管谁来找，就说我病了。是。你们一个联防的，一个内卫的，还怕东宫？调查太子，非同小可。既然踌躇不定。 那我们表决便是，我觉得太子该查，那便查清此事与东宫的关系。不过试射储君，不可大意。